好，大家午安。今天礼拜五的中午，我们提早一个小时哈，非常感谢大家，才刚刚推出画面，就已经上百位朋友过来了。灵魂熔炉，永康哥午安，你也午安。Stephen Lee, Yuk Mutong, 谢谢佩珊啊，我的最好的伙伴，都会帮我跟大家在聊天室互动。张佩珊就是我的太太哈，而且她是本人，不是小编。所以所有在线上面收看的朋友佩珊跟大家有互动聊天的时候呢，确认他是本尊不是小编。Sam Penny, Lee Ha, 郑汪卓达洪师傅，大家都午安。老规矩，刷一排一我就开始。我们可能比十二点更提早把画面推出去。不是抢跑，对，那个 Lee Ha 说我抢跑，因为隔壁今天有那个风清姐跟香龙哥，没错啊，礼拜五我再考虑一下，因为先跟大家也稍微心里做个准备，因为下一个月开始我接一堂舞台剧的演出都在五六日啊，是连续演三天，都是五六日五六日，所以礼拜五的直播时间我可能会跟我的来宾做一个讨论，之后看看要不要调整一下，提到礼拜四，大家先有个心理预备。如果真的确定的话呢，十一月份开始之前我会提早跟大家做预告。好，大家都刷了一排一哈。好，非常感谢，声音好，但是永康有鼻音，有吗？这谁说的？佩珊说的。我的鼻音又不是第一天，你认识我23年了哈。好，那可以的，我们就画面推吧，谢谢。欢迎收看《永康新世界》，别忘了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倩姐，谢谢永康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请到倩姐来，我们锁定还是以巴仗打了一个礼拜。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礼拜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哈马斯残忍极端的画面跟手段，也看到了以色列在围城断水断电的情况之下，质疑他们是不是违反了国际法的声音，来自于联合国跟欧盟的是越来越多。但身为媒体人，我做一个观点的补充，就是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新闻的画面，画面的取得是来自于国际媒体。老实说，因为我们在电视台待这些年，台湾的电视台媒体的资源越来越少，发生战争国际大事的时候，你真的看到台湾派记者到现场去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台湾的媒体的素材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购买国际的通讯社。那这些画面绝大部分的取得是来自于像是美联或者是 CNN，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媒体报道上面看到的，不管是画面或者是观点角度，偏美国西方是其来有字的，因为 source 的来源买的国际版权就是跟这些媒体买的。所以永康新世界尽量希望能够补足不同的观点，你要去了解一下巴勒斯坦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他们这块土地会酝酿出像哈马斯如此极端的激进的一些组织。我给大家先看一个图，先有个概念哈。从巴勒斯坦人角度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帮你帮我们调出这个图，绿色这个是在二战之前巴勒斯坦人在当地他们所实际居住跟控制的一个区域，但是因为在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了纳粹大量的屠杀，因此在二战之后，那在国际的同情跟协助之下，让所有的犹太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以色列这地方建国，就有了第二张图，相对白色这一块是以色列。但是从二战之后一直到现在2000年这个时代，你就看以色列它的白色的区块不断的透过跟北边的黎巴嫩、跟东北边的叙利亚、跟南边的像是埃及周边的约旦不断的发生冲突扩张之后，现在的以色列它所掌握的整个白色的区块跟在二战之前绿色巴勒斯坦人所占的区块真的是完全的是颠倒过来了。也就是说，如果从巴勒斯坦人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认为在过去这五六十年来是被压迫的，然后也因此在没有钱又没有武器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们的钱跟武器跟以色列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就出现了像哈马斯这样的非常激进的手段，因为我没办法跟你打，我就用非常偏激的手段，有这样的激进组织就出现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区块里面。这个背景大家先了解一下。好，我就请教倩姐了。很多不管是军事专家或评论员都说，哈马斯你去打以色列就是要做飞蛾扑火，因为你的确看到第一天上千枚的飞弹之后，他们也就后继没有什么更大一波的攻击了，在军事的力量上完全不对等，毫无胜算。为什么他们选择
不归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回过头来去推算，因为第一天你可能觉得说，哇，哈马斯有这么多飞弹，是不是后面还有？就后面也没看到什么了。然后再从周边国家的一些反应跟发言，你去推断他们出手的原因。我首先还是借着你刚才那张图的第二个，就是在全部都是绿色的隔壁的这一张啊。1946年的时候，联合国的计划里面呢，是留给巴勒斯坦人差不多40%的土地。嗯，那40、43啊，那个就是在全部绿的左边这一张。那这个40、43呢，主要在山地、丘陵地、沿海肥沃地呢，是给以色列人的。嗯，好，所以这个计划当时是在1947年11月28号 UN 的181号决议文的分治方案的基础。嗯，那么后来你的下面那一张图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色列的地图，但是在现在所看到的以色列地图里面，这边还有一些地方是有争议的，譬如说最左你的右上角，就是东北角的戈兰高地，嗯，有很多人，包括联合国都还认它是叙利亚的领土。嗯，好，那这一些部分呢，就是在一路的战争之后慢慢扩张的。我待会儿想用另外一张图来讲这事情。那所以我简单的先回答，若不是没有任何选择，哈马斯会用这样的自杀的方式来处理吗？嗯，因为他们没有赢面的，是完全没有的。以色列是整个中东最大的一个军武国家，嗯，他的军武不但是数量庞大，他的性能优异，因为在1973年前后呢，美国跟沙特有一个所谓石油换军武的协定的同时，对以色列也有了一个你永远有优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军事保证。嗯，并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色列是放在美国的军事的，我们英文叫做 footprint 啊。那有些朋友说啊，为什么要用英文？因为你用中文你没办法理解它的意思啊。嗯，而且它有一些特别专门的使用，也就是说是在整个美国的军事的整理跟包围之下。所以如果你是 Hamas， 按照他们目前说有20,000多人这个军事武力，加萨那里有237万人，将近240万人。那么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所面对的反击一定是残忍的。嗯，因为过去几年，包括从2009、2014，每一次以色列对加萨的反击都是非常残忍。简单说，譬如说2014吧，以色列那一次就是进入加萨的时候，虽然没有进很深啊，可是呢，以色列死66个人，加萨的人死2000人。所以他应该知道说，当我发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九死一生。今天我讲这些话呢，就是特别讲得慢，然后也讲得很小心，因为我跟永康都不希望我们把一个已经复杂的事情弄得更复杂，然后让大家网友们开始在上面很激动的去对打。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立场，就是联合国原来是人类最后一个希望，希望以后在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规则，然后也有一个至少是人所建立的组织啊，因为我们如果要讲到神所建立组织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至少人所建立的组织可以有一定的仲裁。那今天我觉得联合国已经有2-3件事情在台湾也是没有报啊。第一件事情呢，是美国在第一时间非常明确的就说这个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第二时间，包括布林肯啊，所有的发言人都直接说，哈马斯就是 ISIS， 就是伊斯兰恐怖组织。那哈马斯就是 ISIS， 就是伊朗在背后所连接的。所以他已经在美国的语言里面呢，他就是哈马斯、ISIS、伊朗已经连在一起了。那这件事情大家要很认真的看，因为他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东的市局本来有一种和平转机是相反的啊。那第三个呢，在联合国的定义里面，在美国说这是恐怖攻击的时候，他就把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但是全世界定义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就是英、美、加、日、欧，好，就五个。那包括很多其他的国家和联合国呢，都定哈马斯为抵抗组织。好，语言是非常有魔力的，恐怖组织的恐怖攻击跟抵抗组织的抵抗运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时间以色列非常的受创非常深，让你如果看西方媒体，你看到全部都是这些报道。
但是相对的呢，如果从这个过去六天以来，对于加萨的狂轰滥炸，联合国说已经有338,000人流离失所，所有联合国的那种紧急收容装置都已经人满为患，医院马上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之下会成为大的停尸间。请问大家有没有 人去关心一下，在过去这六天来，不但是已经死了1400或者1500，因为数字没有办法算，可是有6500个伤者，所有的医院在断水断电断燃油断食物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办法对所谓的平民做任何的照顾以外，甚至以色列没有说 你们应该走啊，你们不要跟哈马斯在一起，我们要把哈马斯全部从地球上面 wipe out 铲除，可是没有给一条人道通道让人民走。因为过去的14-15年来，加萨的人，就是加萨走廊的人，已经是在他们说的是一个就是有天空的监狱里面生活的，这是联合国的定义，不是我们的定义。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伤痛那是真实的，人类一定要有同理心，但是加萨人的伤痛不算吗？加萨人的死亡，他们的国家被夷平，因为现在毕竟是有人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加萨人的家园被摧毁，国家被夷平，人民被断水断电断通讯断食物，这些待遇难道不是伤痛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站在人类必须要有对所有受害者的一种同理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像你刚刚提到哈马斯如果不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之下，不会做明知前面有地狱我就要去的这个，没有一面，完全没有一面的嘛。然后但是他出手这个不管是时间点或者是从周边国家后来对他的一些反应啊，我们等下后续再谈是否有被怂恿，或者是说你先出手我们后来来支援你，因为包括最近像黎巴嫩啊叙利亚啦、甚至约旦都有发言哈，我们拿后面再聊。但是我今天一开始比较不一样的观点是，大家都在讨论二战之后以色列建国之后大家知道的事情。那我今天请到庆姐，我发了一个预告，就有一个网友或有一个观众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就觉得说这个阿拉伯世界跟犹太人发生在中东的冲突，你不光是从最近这几十年的地缘政治或者是发生的历史事件 去推演他们为什么会有冲突，其实早在他们的宗教上面，早在追本溯源他们的根源、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希望倩姐来帮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如果你了解一下宗教的话，你会知道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基本上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是亲兄弟啊。我得给大家看这两个图啊，先看到这个图，这是这谁呢？这个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说过，阿拉伯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以实玛利是谁？以实玛利他是犹太教先知亚伯拉罕的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那这个就是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啊，以实玛利。那用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他是庶子。庶子。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果是皇帝的话他就是庶子了。那以色列呢他是以撒的后裔。那以撒是谁？以撒是亚伯拉罕的正宫妻子撒拉的长子。对，所以大白话嫡子哈，从大白话的旧约的来看，旧约的故事来看的话，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同样爸爸是亚伯拉罕嘛，对，而且他们两边都是认耶和华的、所以说后来在很多的地方呢包括2020年的时候，特朗普不是就做了叫做亚伯拉罕协定吗？就是把亚伯拉罕的两只子孙把他拉在一起，在华盛顿所签的那个协定。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可能要稍微讲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跟地点啊。就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为何结下千年之仇，到现在就是在互相的这个。好，那它中间的千年之仇，我们看应该是15那个图比较清楚啊。15那个图里面比较多其他的地方，犹太人在这个地方生存呢，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大家记得的是他们出埃及记，从埃及回到应许之地、这一段。那可是在这个前前后后的历史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国家，一个是叙利亚，
我们现在看到的叙利亚就是亚述，一个是伊拉克，就是那时候的巴比伦。对，所以大家知道以色列在灭国的时候，在犹太灭国的时候呢，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其实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历史呢，如果你把现在的地理再把时间点拉长的话，这些地方的民族本来就是犬牙交错，非常多的战争，每一块土地上都曾来来回回的被不同的人侵略占领。譬如说叙利亚也曾经被罗马帝国所占领。所以说这个文明跟文化中间的侵略占领呢，那接下来回到第十四章，就是回到到了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已经是灭国了2000多年。所以以色列的复国运动是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20世纪初，不是到了20世纪之后，不是到二战之后。那这个犹太人的复国运动是因为他的人民是在全世界流离失所，没有一个家，所以他们要回家。那这个回家的复国运动前前后后有一个那个班古利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犹太建国主义，那你最近讨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犹太建国主义。那我们回头把这个时间点稍微讲了一下呢，再讲一下这个最近的这个现实，就是犹太人在世界上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同情他在二战的这些巨大的牺牲，种族的 灭绝，就是大灭绝的 Holocaust， 那么就会有很多人主张要帮助他们复国的时候，联合国其实找过不同的地方。可是不同地方犹太人都不认为是他们该去的，是他们要回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在1947年11月28号的1819决议文里面是有留有两个国家的空间的，是犹太人跟亚伯拉罕的另外一支子孙，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以撒这一支跟伊什玛利，以实玛利这一支呢都可以在这个地方。那么以实玛利这一支是在山区，所以43%左右啊。那这个两国分治的两国方案到今天 Two State 这个计划呢，在1948年他建国的时候，是英国突然之间把他托管的这一个情况，英国突然撤离，然后以色列突然间建国的一个奇袭式的建国，就把两国方案推翻了。推翻了之后，第二天周边的国家就开始跟他打了，不是后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里面呢，刚才特别讲到了北边的戈兰高地，现在看到 约旦河的西岸跟南边的西奈半岛，西奈跟加萨走廊都是在1967年开始就大打出手的。那么在1967年之后，到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Yom Kippur 那个战争的时候呢，是北边的叙利亚，就是有戈兰高地的，跟南边的埃及呢同时来攻击。因为一开头的1967年的六日战争，大家知道以色列大获全胜啊，全部周边的敌人全部被赶走，所以到了1973年的时候，南北两边去夹击的时候，北边还是没有成功，但是南边的埃及后来陆陆续续跟以色列达成了各种的协定，所以把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还给了埃及以后，埃及重新掌握了苏伊士运河，最后又造成了美国跟英国的一个大战。这就是历史上非常复杂，因为就是要争夺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这个主导权。那他们所交换的是加萨走廊呢，在后来包括在2005、2007、2009，以色列跟埃及呢都同时说好，我们就固定加萨走廊的现状，不要让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再更出去。这一次的战争，你看美国人在第一时间，尤其是西方的媒体报道，都一直不断的说这是赎罪日战争 （Yom Kippur War）， 因为原来的赎罪日战争就是那一天啊，10月6号、10月7号，所以他们要去召唤的，就是上一次还是以色列打败了北边的叙利亚，在南边的埃及跟他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的那种精神，然后把赎罪日 Yom Kippur 的战争召唤回来。但是我想永康知道，如果你去看犹太历的话，犹太历就跟我们阴历一样，农历一样，它不是跟那个平常我们看的阳历一样，那一天不是 Yom Kippur， Yom Kippur 今年在9月，那一天是祝棚节结束的那一天的一个大祈祷日。祝棚节是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几个比较圣地的地方。那你想想看，刚刚讲为什么他们在没有迎面的时候要在那个时候发动战争，因为以色列人欢天喜地的回家了，
我们巴勒斯坦人仍旧流离失所、嗯、而且十五年以来我们的痛苦没有人看到，现在美国又要一力去主导一个沙特跟以色列的连结，那么我们的痛苦是不是永无宁日？好，这是他们的，这日子绝对是特别挑的了。对，而且他就是苏口、嗯、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可是我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永远都是在战争跟和平的这种非常非常狭窄的峡谷中间走、嗯、因为在这一次的战争的前几天，难道大家在今年年中不是在庆祝伊朗跟沙特和解吗？嗯、难道在杭州亚运之后，大家不是看到哎，这次阿萨德就是叙利亚的阿萨德到杭州去以后，他回来的时候的那个路程是什么？国航是一开头由中国大陆去护送他到边界，以后是伊朗的空军接的、嗯、伊朗的空军接完以后是沙特的空军接的、嗯、沙特的空军接完到了约旦的边界回叙利亚，所以你从中伊、沙特、约旦、叙利亚这边几乎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连结，而且可以让叙利亚突破它这么长久以来不管是因为 ISIS 或者是美国因为石油的关系对于它的这些大量的钳制，所以我们好像在看到一个光明的前景，然后忽然之间在大家说平安啊平安的时候，一夕之间你就发生了一个最可怕的地大震动的这个战争。哈马斯看不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有未来的、嗯、所以要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让他们眼中的敌人能够痛，就挑这一天。在网络上面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嗯、我回答一下好不好、嗯、我觉得他虽然希望挑一天让他的敌人痛，他也知道他自己要承受非常大的牺牲，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他希望他付的代价可以让其他的人看到他们受的苦难。 我相信哈马斯在某种程度上面也希望他这一次知道他们接下来会付上那么大的代价，要让他们其他阿拉伯世界的兄弟们能够看到他们做的不管是牺牲也好接下来会不会伸出援手。那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留言、啊、说犹太人怎么那么坚持呢，干脆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美国某一个州建国，这个想法大家都是太中国人不都说要落叶归根的嘛？他们的家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话就当做网络上面消遣讲完就算了，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儿。但是也有人在想说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的有局限性，我也跟一些牧师讨论过这个问题，神不是爱世人吗？怎么会你把这个你的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就这么排外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犹太教他们是圣经没错，但是是在活在旧约里面，他们没有把耶稣当作是救世主、嗯、对于犹太教来讲他们的救世主还没有出现、嗯、这两千年多过去耶稣都已经离开两千多年，他们的救世主在犹太教当中还没有出现。耶稣来到世上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都是新的了，旧事已过都是新的，那是因为后来的基督教把耶稣当成是救世主之后，所有的事情耶稣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嗯、就福音要传到地极，要传给所有的外邦人，因为神爱世人。但在犹太教的定义当中，耶稣他只是一个先知，他并不是上帝派来他的儿子，所以他讲的话不代表说是犹太教去信服的，所以犹太人的救赎是比较具有局限性的、嗯、所以你就看他为什么他会依旧是那么的排外，把外邦人周边的人甚至阿拉伯人同父异母的这个阿拉伯人就视为是外邦人、哦、所以会有一个你把这个基督教世界要把它去涵盖以色列的话，这样的认知并不正确、嗯、因为它其实是时常大家说是三个宗教嘛，那耶路撒冷的复杂度也是一样，它是犹太教，它是伊斯兰教，它也是基督教的主要的圣地、嗯、这三个宗教它有点像是 cousin 吧，就好像是表兄弟的这种关系、嗯、他们中间有最早上追的时候有同一的祖先、嗯、可是后来中间它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大家也必须要理解说一个分散了两千年然后在二战中被大屠杀的民族，它的历史记忆中间是有非常多的苦痛，而且这里中间也有很多的血仇，就血仇是很难解的，只要一旦有了血仇呢，它就会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嗯、犹太人无论他在哪里，他为什么分散两千年还能建国，因为他无论在哪里呢，他在那个 Sabbath 啊，就是他们的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去念
他所有的经典，他过去的历史，他每一个礼拜都要纪念他原来从何而来，嗯，然后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所以说两千年的历史记忆中间，刚刚特别简单的说了那些 那边的国家文明宗教是犬牙交错的，是谁都征服过谁，然后就是杀戮过谁，就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土地上面的文明中间，跟我觉得我稍微讲一下，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对，当元朝去征服中国的时候，他有把人分成十等人嘛，从蒙古人、色目人到最南是汉人、南人。可是到最后呢，那个文明中间没有持续的冲突。是清朝进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最后文明中间没有冲突。嗯，而在整个的中东中间，文明中间的冲突是存到今日。那因此，那个历史上，譬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中国人，你要记得那个蒙古人对你以前的宰制的话，那你不是就要去恨蒙古了吗？嗯，然后如果记得清朝人的屠杀的话，那你是不是就要去恨在东北关外的那些清朝人或者是满洲人呢？所以在文明的解决没有出现之前，中东是永远是动荡的，因为他们在文明上面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我可以稍微做个补充，因为小弟以前念这个世界文化史的时候，老师教的不错。中华文化是四大古文明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因为宗教而发生过战争的。那很多其他的宗教古文明，你要去理解他们在地缘政治上面除了去争利之外，大部分都跟宗教有关。因为宗教对于一个人他的一个观念的衍生出来会做出的行为是有绝对性的影响，所以你在讨论地缘政治的时候不要忘掉宗教这一块。虽然有时候从华人的观点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为一个教会 打仗打成这样子，打这么多年了，但是你必须要去知道。那我就来看这个沙特阿拉伯好了，因为他在阿拉伯世界在当今来讲还是老大哥的地位，经济实力也特别强。他怎么说呢？他并没有谴责哈马斯哦，而且警告以色列如果持续剥夺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的话，将会导致中东情势继续的动荡。这么一段话在拜登的耳里听起来，他说他非常错愕。我个人是对于拜登的错愕，我感到非常错愕。对，拜登怎么会不知道沙特阿拉伯的态度跟立场呢？对，那沙国这样的一个表态，对于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影响，倩倩，我觉得他的错愕是因为他本来以为哦，按照他的市长，我是美国老大，我叫你们大家沙特跟以色列就可以和好。可是沙特不但讲了这话，他同时说呢，跟以色列的一切协商终止。中间的中啊，就是我们现在先停了，以后再说。那这就是一个立场，就好像当亚洲人如果真正碰到了其他的域外的人来大量的屠杀亚洲人的时候，亚洲人也是会团结的。这是我就把它衍生了一下。沙特阿拉伯在过去一段日子以来呢，它其实已经逐渐脱离了对于美国的军事协助的绝对依赖。那么当它没有这个逐渐脱离的实力的时候呢，它就是得要看美国跟它的军武的保证。那么也因此在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中间，它是一个最平衡最安静的一个国家。它跟其他的周边国家不一样啊。譬如说伊朗、也门，他们的中间的这些想法跟沙特阿拉伯事实上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啊，2020的亚伯拉罕 Accord 不是跟沙特阿拉伯签的。拜登之前的特朗普，他找了以色列，另外找了 UAE， 叫做阿联酋跟巴林两个离以色列最远的国家，来签这个亚伯拉罕协定。也就是说，他周边的国家他知道他其实动不了，可是他用最遥远的国家做了一个非常象征性的和解。那这些象征性的和解过去也曾经做过啊，阿拉法特在大卫营也做过象征性的和解。那以色列以前有个总理叫叫做拉宾，他后来也是做象征性的和解，但他被暗杀了。所以你会发现说那种血仇跟世仇的那种强度，任何一个想要往中间去和解的人，在整个文明没有和解之前，宗教是包含在文明之内，文明没有和解之前呢，他们只要往中间靠的人都出事。那么这一次本来是极端主义的纳坦雅胡要出事，可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你发现他立刻就组了新的联合政府，他的联合政府里面呢也包含了以色列的前参谋总长、国防部长。所以
战争忽然之间就让以色列人突然之间又再一次的放弃了他们一切本来希望往中间走的那些想法，现在全部都没有了。现在第一个就是我要自保，你要重新建立我的安全的这个安全网，你要让我重新能够回到一个安全的以色列 safety 啊 security 这些事情就变成最重要。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一个执政者只会越来越积极或激进。那么他的激进呢，在我们看起来，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一定会造成加萨的人道的灾难，而且这个灾难是大的。你看，今天联合国都已经说了，整个加萨的医院或者是加萨就会变成一个开放的停尸间，大家可以想象到那样的灾难的程度吗？所以今天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美国如果说他在海外有任何的核心利益的话，以色列就是他的核心利益。就好像我们那时候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谁要动台湾，大陆一定会出手，谁要动以色列，美国一定会出手，因为他是他的重中之重的核心利益。我刚刚在聊天室里面看很多朋友就在分享为什么，我们刚刚因为前面一段时间提到中华文化是没有因为宗教打过仗的嘛，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说因为什么包容性强啊等等。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其实中华文化当中有非常多的很厉害的哲学思想家，老子、庄子或者是墨子，都已经把宗教需要那种精神寄托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当中，文化里面、文明里面涵括去了。所以像在春秋战国时代，对于西方可能需要用宗教来支撑，但是我们有这种思想家来补足那一块。不过刚刚提到沙特阿拉伯之外， 我要给大家看以色列当地的媒体他们怎么去报道接下来他们可能面对的状况。以色列当地媒体比较担忧的是，他们现在集结的武力要去地面，不是一下就号召了30万吗？要进入加萨。但更担忧的是，他们北边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发了飞弹，另外东北部叙利亚就是刚刚倩姐讲到的戈兰高地那地方，叙利亚也发了飞弹。所以如果加上南边的这个哈马斯的话，以色列很可能面临的是，这个礼拜为止我们看到还是在哈马斯这部分在做作战，如果北边的黎巴嫩跟叙利亚也加入更多的战事的能量进来的话，那以色列要面对的是三条战线可能会要同步。你确认一下叙利亚有没有发飞弹啊？因为发飞弹的是黎巴嫩南方的真主党，刚刚特别说了，刚才讲了1967年的战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还有忘了，对，还没有机会讲的是1982年，因为黎巴嫩的南方，以色列认为 PLO 就是真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组织呢，从那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对他攻击，所以1982年以色列出兵了黎巴嫩，然后在黎巴嫩的南方呢，就控制了一块地区啊。那么这一次他说呢，在那里有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那么真主党在那边对以色列发了飞弹，以色列往北边去发了飞弹，炸了大马士革跟 Aleppo 的机场。好，我再讲一遍，以色列被黎巴嫩南方的真主党攻击是飞弹。可是以色列的反击，除了对真主党的反击以外，他直接就去炸了大马士革的机场，也炸了 Aleppo 的机场。阿勒颇想前段日子大家看那个 ISIS 啊，就是伊斯兰的那个组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阿勒颇的巷战是非常残忍的，很多古迹都没了，就是打了非常久的，他就把那个机场也炸了。理由是说他要阻止伊朗，就是德黑兰借着这些机场呢，去向在以色列内部的敌人去提供武器。好，那其实他所回击的对象是，据我所看到是并没有对他发动攻击的叙利亚的两个机场。好，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说我们都要有一种人类的心情，就是我们都是人类的心情，但要去理解美国这以色列这种2000年的伤痛，以及在二次世界大战600人被屠杀的那个伤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具有安全感的一个民族。在这边建国了以后呢，从第一天开始就打仗，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不断的扩张了他的领土，但是相对的以色列也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就在强敌环伺中间不断的在求存，他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你们想想看，他做那个穹顶啊，就是铁穹啊，
我不晓得大陆怎么翻，就是那个就是阻止那个飞弹来袭的那个飞弹防御网。一个国家可以用它的能力去做很大量的无人机的边境驻守，做那个铁穹的飞弹防御网，它是生活在一个多么不平安的一个状态。所以以色列当然是凡事他就预先的去做了，因为在我看来，他去攻击大马士革的机场跟阿列坡呢，应该叫做 preemptive strike、就是预防性攻击，预防性攻击就是第一级了。对，可是他这个第一级呢，事实上他是不是也涉及到了战争罪呢？那人家没跟你打仗啊，预防犯罪。就我刚刚问题就是，现在看到是南边的哈马斯已经发了飞弹，然后叙利亚全部需要打哈马斯。然后北边的戈兰高地当然会相对的是要抠虚一点嘛。对，有没有可能是阿拉伯世界里面先告诉哈马斯了，你先动这个手，接下来交给我们其他的兄弟来做。所以北边开始要下来。那还有埃及呢？别忘了，哈马斯原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跟伊斯兰兄弟会是很 close。我觉得他不见得是完全不可能啊，什么事情都不要说完全不可能。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这样告诉哈马斯，那哈马斯要去做这么巨大的牺牲，就是你把整个加萨走廊都会打烂的这么巨大的牺牲，还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决定。我还是说他若不是感到走投无路，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一开头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哈马斯多残忍啊，他多么有组织有计划有武器的在攻击以色列，但是你现在在看以色列的 counter attack， 就是他的回击的话，哈马斯的武器组织计划在以色列的正规军大量开入的相对比之下是如何的微小。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些人，除非你的领袖就告诉你们说我们大家死就死吧，我就是认这件事情。我刚刚提出那个假设性就是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说，对，如果你把哈马斯当作是一个阿拉伯世界当中因为跟以色列为敌这么久了，哈马斯又是受害最深的，我就先让你就先出个手，我们看时局，随时来加入帮助你。但这六天当中并没有看到第二波哈马斯还有能力去做什么样的前状况之下的话，这个假设性就变得比较小了。第一它变得比较小，第二我刚才特别做了对比，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中东原来有一个和平的曙光的耶，是对不对？伊朗跟沙特可以复交，然后在叙利亚的阿塞德的这个事件上面，你看中国、伊朗、沙特、约旦再回叙利亚，就是在整个区域中间开始有一种和平的曙光，但是这不是美国乐见的和平曙光。好，这个和平曙光是他区域的人自己可以和解，但是美国希望的是还是一个美国主导的，所以美国才会赶紧的出手，就是借着印中东欧洲的这个铁路的概念呢，把沙特跟以色列拉在一起，希望能够仍旧是一个局势的主导者。因为的确美国跟刚才地图里面北边的每个国家都打过仗，可是他在这个地方有两个盟国，一个是石油的盟国沙特，一个是军事文化很多方面的盟国以色列，所以美国希望借着他对这两个盟国的关系能够把它拉起一个还是在美国的掌控之下的一条阵线，所以我们是两条阵线的对抗。所以从很多事件跟事实去回推哈马斯他当时一个动手的一个点哦，当然一个就是是不是阿拉伯世界给他一些力量，给他一些承诺，另外我觉得更实际的就是他们本身的违背受迫威胁性非常强烈。因为纳坦雅胡在之前几个月透过了司法改革之后，让他在屯垦区可以继续的让这些非我族类赶快迁移出去，那个力道是有加强的，所以哈马斯的确感到很大的一个受迫感。不过我们来看中东其他周边的国家，我刚刚讲到阿拉伯世界的兄弟，包括了伊拉克、约旦、埃及，我们看下个图，伊拉克、约旦、埃及都谴责以色列攻击的加萨。相对来讲，你看所有的西方媒体报道，英美西方国家都在谴责加萨，都在谴责巴勒斯坦哈马斯。那土耳其呢，是痛批目前以色列军队的做法是大屠杀，这样的一个说法在联合国他们提出了担忧，因为包括了断水断电、围城对平民这样的做法是违反了国际法。欧盟也不跟美国同调这一块，这一次欧盟是认为这也的确是违反了国际法，要讨论。那我先问一下周边回教世界现在目前的一个表态，倩姐你怎么看？包括了美国直接点名伊朗，
在背后指使、那如果以色列的情报分析出来结论确实哈马斯是按照德黑兰的指示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像你刚刚提到的，之前是上一次是黎巴嫩动的时候，但是以色列直接去打叙利亚的机场，打叙利亚，那这次有没有可能他认为伊朗是背后，那我就先也攻击伊朗？我觉得是100%可能啊，因为布林肯呢，他这几天的演讲，还有在国会啊、几个主要的比较鹰派的这些议员都是在讲说，哈马斯就是 ISIS， 那么 ISIS 就是背后伊朗的支持，他们已经把这个连成一线。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大剧本里面呢，这整个的连线里头，他要去主张的就是要对伊朗做很重要的这些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我觉得越来越升高。那过程中间当然就是先把哈马斯跟 ISIS 呢更加的妖魔化，同时也很快的就把两个航母战斗群就开到了这个地中海的东岸。那我跟各位观众讲一下，我们可能有一张图可以给大家看到那个海军，美国海军现在的连线啊，它开到地中海东岸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美国海军现在是说呢，它开去地中海东岸的目的是要阻止周边的国家加入战局。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图，那么我觉得呢，你要不要给我看12吧？看12跟这个图，这两个图都可以啊。就是说，它要阻止周边国家加入战局呢，那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前段日更近的从黑海出来的话，它如果这么做，俄国的舰队要不要出来？因为上一次在 ISIS 的这个灾难中，当美国要去做毁灭性的击毁叙利亚的时候，是俄罗斯的舰队在这边跟美国的舰队对峙。好，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战争很容易就会扩大，而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布局跟他现在的战略上面的，我放在引号里面的高度啊，就是他第一要去支持以色列，第二要阻止西方国家加入战局，因此他会用一种吓阻性的武力去面对他周边，北边1982年被攻击的黎巴嫩，西边1967年戈兰高地被抢走的叙利亚，还有目前按兵不动的约旦，因为约旦河的西岸，这个现在刚刚永康讲的纳坦雅虎让更多的人进入屯垦的这一个区域呢，其实原来是约旦的哦，现在所以这几个国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南部的埃及很长一段时候呢都跟以色列达成了某一种的和解，但是当你开始要用人道甚至用惨绝人寰的方式去让这里面的人既断水断电断药断粮食以外又没有任何的人道走廊的出路的话，那么埃及应该也会做一定程度的努力。好，所以那么埃及在这边的努力呢也是会被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所压制的，所以当美国把重兵就陈兵以色列的外海的时候，其实它在这整个区域加上了一个非常大的变数。刚刚伊朗这个角色了，感觉上美国已经是画了靶在准备射箭啊。对，那如果美国是这样认定的话，大家也看到伊朗的一个强硬的态度，那接下来可能会美国会怎么样去出手这个事儿？伊朗当然他一开头会做的是，大家记得以前有伊朗核协定嘛？好，当时无论是任何人都会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的解决，这个地方也是美国跟欧洲分歧比较大的，因为法国啦、德国啊都认为伊朗核协定是个好事，能够让周边更为稳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若看预后吧，几个预期的后面，第一个是美国如果继续它的军事的布局，那么它会 target 伊朗，然后 target 伊朗的时候呢，就另外隐含的就会把俄国跟中国拉入这个战局，因为在美国的大战略里面，中俄伊是一块、所以他目前在过去从乌克兰战争开始就不断一直隐含的说，哎，你们要来做和事佬啊，不然的话你怎样怎样。所以如果他把伊朗开始界定为这中间所有邪恶，放在引号里面，所有邪恶的背后主使者的话，那他下一步就是会把中俄伊都拉在这个战局里面，成为更大的一个对抗。那有没有端倪呢？有的。今天美国的参议员说，伊朗就是 head of the snake， 应该是那个美国的参议员讲了，说他就是蛇头，
他们认为伊朗就是那个蛇头，好，所以说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发生。那么我觉得往后面去看，如果美国继续陈兵然后加码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他很快速的进入加萨，摧毁很大量的这种建筑啊，平民伤亡，所有的人都认为，包括联合国所有的人都认为，今天你没有开人道走廊，平民伤亡你免不了，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368平方公里，有240万人、嗯、你没有任何一条路让人家走的话，你就会有大量的平民伤亡、嗯、地面攻击，地面的部队进去的巷战呢，也一定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 building 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嗯、一定是平民伤亡。所以当他把整个加萨打烂，我是说预后的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以色列说我们要让所有的 Hamas 包括加萨人都要从地球上面消失的话，他把加萨打烂了以后，我们刚说那个血仇就会跟着扩散成为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嗯，这件事情以前看起来不怎么严重，现在看起来非常严重，因为现在无论是欧美的主要城市，欧洲的大的国家中间都有非常多的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人。所以当巴勒斯坦人被打散打烂了以后四散，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被灭国四散的时候，那这个四散的力量就很可能成为各个地方最不稳定的温床。第一个会发生的大家已经看到的就是纽约，纽约你已经看到了两个阵营的人开始在联合国前面开始对阵，但是更容易发生问题的应该有至少德国，在 ISIS 的那个时候呢，接纳了非常多的难民，法国有非常多的北非的这些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的人在法国，这些欧陆的国家一定也会进入一种比较大的动荡，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说以色列就像刚才永康说的，他同时面对的第一个是他内部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个是北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那边的攻击。黎巴嫩那边主要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真主党、哦、那叙利亚的攻击，若是叙利亚进来，因为叙利亚现在大马士革跟那个阿莱波都被攻击了嘛、嗯、所以若是他们进入这个战局的话，那你马上就会变成了阿拉伯世界大团结，跟复国的犹太人以色列对抗了、嗯、那这个对抗中间英美一定会 重兵的加码以色列，就再回到那个加码以色列的状况。我怎么越听越像二战不同联盟阵营的分化的感觉，而且速度很快，中俄一被美国就定为是一个邪恶轴心好了、联盟、然后在中东这个阵营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明显，这样走下去，人家说三战的第一战是俄乌，二战就是以巴，接下来就是三战，慢慢就是各个从地区型的战争慢慢扩散。直播听得好沉重，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还在一个可能的转捩点、啊、因为我、前段子就听到那个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说这些哈马斯人杀了40个婴儿啊，砍头啊什么。CNN 出来收回这个说法。好，包括很多主要的媒体。拜登都改口啊。都出来收回这个说法。这件事情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就是我冤枉你又怎么样，你就是被冤枉了。可是这一次你会发现两边的，我还是用文明好，这两边的文明的发言权呢稍微有了一点改变。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到的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呢，还有现在借着现在的网络去寻找事实真相的声音慢慢拉起来了。所以若是我们用最好的对未来的盼望的话呢，若是联合国可以很快的介入，说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区域跟人道走廊、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免除237万到240万的加萨人民的那种大量的伤亡。对于、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做。婴儿被斩首这个事啊，拜登是有改口，因为他说他看到照片，对，后来他改口说他看到新闻报道，对，哦，这白宫帮他做了一个澄清。倩姐在美国的 ABC 当过副总裁，我想问一下 ，CNN 会这样改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100%是知道那是假的，
知道他们传递了一个假消息。那作为一个还是有一点自我良心的一个媒体，非更正不可。但以前是不会更正的，所以因为以前的真相没有办法那么明确的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一次你看到阿拉伯的半岛电视啊，还有他其他的媒体找到了最开头说这句话的人，然后找到了他没有任何证据说这句话的证据，所以说其他的媒体当然就是一定要更正的，他们不能够继续闭着眼睛撒谎。看这一个多礼拜的新闻，大家常看有看新世界的观众朋友知道，认知作战就会在很多不同的媒体当中串了。我曾经有一集自己做直播的时候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查证新闻的真实性，可以再回去翻一下。不过刚刚庆姐讲到美国的航母当然到了中东，不是去打哈马斯，哈马斯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震慑周边国家，叫你们不要动了。正反效果怎么样去看？因为俄乌战争打两年，也没看到美国航母去黑海，所以以巴冲突让美军那么快就到了黑海，大家就知道这个。你刚刚说以色列如果在海外最佳的核心就是以色列，如果说台湾是北京最重要的核心，那以色列就是美国重要的核心，就看航母去哪边，跟时间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此刻看到美国航母去中东，谁最忧心？当然我想会是泽伦斯基了，因为泽伦斯基自己也说大家忘记了乌克兰，他担忧的就是以巴开火成了乌克兰战争当中大家会分散的资源跟关注的焦点，所以会不会成为一个拐点。我们看泽伦斯基最新的一个动作，看下一张。泽伦斯基日前去北约争取到美国新一季的这个2亿美金的金援，那现在以色列三方要受敌的情况之下，传出泽伦斯基提出一个要求，这个消息还没有经过以色列的证实，不过传出的是泽伦斯基要求纳塔雅胡办公室安排他到当地去访问一下耶路撒冷，能够展现出团结。你怎么看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目前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乌克兰战争被遗弃或遗忘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大。第一个是他在美国的国内，因为美国毕竟还是最大的金主，在美国的国内呢已经是一面倒的被要求不要继续介入到那么高。这从我们最近一次的预算本来是240亿，后来是60亿，最后连60亿都没有，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在目前的美国的国内是已经没有支持了，只有很少的总统，就是拜登，他在口气上面还是说要继续把过去答应的承诺要做完。所以大概永康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个还蛮小的一笔钱啊，慢慢的就是过去答应的承诺。然后美国过去呢他都是叫他的周边的邻国来出手嘛，对，叫英国啦、德国啦、波兰，那现在德国跟波兰都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出到底了，要给的都已经给了。而且美国跟这些欧洲邻国算的账啊，欧洲国家算起来他们说他们已经出了超过1300亿了，所以他们已经尽了非常大的，也付出了很大的金融跟经济的代价了。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几乎是变成了一个孤儿战争，剩下的能够真正支持的人连波兰都已经开始意兴阑珊，所以他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那马上冬天又要来了，更重要的是亲儿子发生问题了，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全世界除了美国本土以外最重要的一个盟友，也是在整个中东局势掌控中东局势，从中东到巴尔干半岛一路到了整个地中海全区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所以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它不但是有国家战略上面的支持，它还有国内大量的犹太人在他的政治、经济跟他的军事领域上面的高阶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以色列如果有事，那乌克兰的事情就变小了。亲儿子有事，所以庶子的资源就少一些了。不要忘记那个麦卡锡为什么下台的，共和党的极右就认为预算案当中援助乌克兰这个资金应该用在美国国内的移民问题，所以当时就麦卡锡就下台嘛。所以现在如果要支援以色列弹药金元，这几天都是美国最热门的谈话节目了，就是美国人有被绑当人质的，是在美国晚上谈话，所以就会有出兵的正当性。是因为这个航母战斗群去啊，它有一个工作是它可以协助撤侨，援救人质，这是传统上面的一些说辞。我们来看这个美国白宫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有一个最新的说法，是 Kirby 讲的，他用的英文字叫做对于去处理这件事情已经接近 the end of the rope，接近到了一个尾声，不能够去承诺长期的支援。不过美国确实在
补助津贴部分争取到了2亿额外的预算要去支援乌克兰，这是比较新的一个发展。我们来看对于拜登有什么影响，因为美国谈话节目最近反复出现的 topic 就是有美国，这是好像是来自伊利诺的一个女孩被当作人质绑架，那还有包括接下来可能石油会涨价，而乌克兰战争如果没办法继续援助下去，拜登不断是口头上给予支持，但实际上这段时间最开心的是普丁，因为普丁不但是可以看出来这战争并没有像乌克兰大反攻那么的那么顺利情况之下，现在接下来可能油价对于俄罗斯来讲他还有机会受惠哈。对，所以对于拜登的选情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太乐观的。因为俄罗斯是产油国嘛，它以前的计算就是它的成本呢，只要超过40多美元，大概我现在有点忘了是42、46，只要超过了这个价钱呢，它就是有盈余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油价是在80多上下，那么当然它会继续有盈余，同时呢，本来他们就已经就是 OPEC 加已经达成了协定的减产是要到年底，那么拜登本来希望他们的减产能够提早结束，那有一点点端倪的情况之下，现在这端倪一定也没有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油价在快速的飙涨，那短期之内你也看到很多的钱继续去往美军去叫做避风港去移动，所以短期的一个战争呢，对美国的经济一定是有利的。但是中长期我们不要忘记了几次的能源危机，我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一下第十章的 CG 好吗？你有做吗？就是对，好，就是大家都关心接下来的油价的状况了，因为短期资金避险的话，油价那个黄金、美元、瑞士法郎还是比较能够避险。现在已经不把日币当作避险了，日币现在很危险。现在大家会挪到这些所谓的避风港货币。那可是别忘了，就是说长期的影响跟短期是有一点差别，所以短期往美金去挪动呢，美国会短期受惠是一定的，包括它的军工产业也会短期受惠。但是1973年第一次的大石油危机是因为禁运，那个时候的油价是从3块钱一桶到12块一桶。1979年到81年是因为伊朗革命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呢，是从15块到39，将近40。第三次石油危机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1990年的这个打海湾战争，老布希打的，那它是从21到46，所以你看到每一次它会有很多倍数的成长。那我们现在是在八十几，如果真的是一倍的话，它就到了150、150、160。好，150、160其实是全世界的经济是没有办法支撑的。最多我看我们那时候曾经有很疯狂的人说，为了要去努力的推动绿能，所以我们要把石油的价钱拉高作为叫做价格信号。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要做到200。那是最最最最疯狂的，但是事实上所有的操作就从来没有到达那个部分。所以我们过去每一次的石油危机在中东发生战事的时候都是几倍的影响，那现在如果是几倍的影响的话，对于整个市局， COVID 刚刚结束，俄乌战争还在绵延不断，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打，那么再加上中东开始的动荡，这三大这个冲击呢，就是饥荒、瘟疫、战争和甚至最近在阿富汗的地震，众多的这种灾难都同时发生的话，那绝对就是一个黑天鹅。所以以巴冲突有可能会造成另外一波金融市场的黑天鹅吗？我觉得以巴冲突一定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短结束。一开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你认为不会那么短结束？我觉得它不会很短结束，它最好的情况就是很快的由联合国的介入呢，去开启人道走廊，这件事情也要几个月。因为你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80%的人都说，你纳坦雅胡怎么让我们陷入这种险境，我们一定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安全网，所以我们要把加萨的人全部的去处理，至少要把哈马斯人全部要去移除，对不对？哈马斯的人跟那边其他的老百姓长得一样啊，他们怎么会开一个人道走廊让他们出来呢？开了人道走廊，万一出来的人是哈马斯呢？所以就以色列本身那个极度不安全的国家，现在要求安全的角度来看，联合国要跟他斡旋一个和平区，或者是中间的缓冲区，或者是一个人道走廊，都会非常困难。光这件事情就是几个月。
那我们就要每天看到在加沙当中的这样子的杀戮、灾难、杀戮，几个月，领域几位几个月以上。对，因为他们的政府呢，或政治人物，纳坦雅胡好不容易又重新组了一个政府，让大家说你赶快去解决我们眼前受到的攻击。然后他把那个我刚刚有讲过，他把以前的那个前参谋总长跟国防部长都纳入他的这个新的内阁啊，就是甘池的拉进来，然后开始你看，黎巴嫩打我。我去攻击叙利亚，他开始做了很多预防性的攻击。我觉得预防性攻击讲的实在 preemptive strike 啦，就是预攻的。他就假设这个地方对我有威胁，他就开始去攻击。那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底下，加上美国会源源不绝的给他最高阶的武器，这个差别就是跟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给的是传统武器，给以色列的会是最高阶的武器。不过你从纳坦雅胡这次的连任过程当中，相对性的比之前要更加脆弱的情况之下。他会抓住这个机会，战争来了不脆弱了，所以时间会拖得比大家预期的更来长一些。不过我们来看现在 这一个礼拜以来的市场反应啊，纽约银行的专家说反应的太过淡定了一些，而且反应太过淡定了，就是不管油或者是什么其他股票还不错啊，是，所以我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短的事情的话，一开头都会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的避风港的功能很快的就会出现，所以这纽约银行专家做的进一步分析说，现在市场反应太过于淡定，低估了战争外溢的效应，包括接下来各国军事费用的再提高，导致财库进一步的缩减，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引发实质利率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时间一打久，相关的金融问题就会更加的出现，黑天鹅就真实再报道一次了。不过我觉得时间一打久呢，美国它这么长时间用 QE 大放水的方式，把很大量的美元送到全世界的这个灾难啊，就会被掩盖住了。美国也希望这样，因为没有人会去看美国造成的金融上面的大放水，最后造成其他国家的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它的金融体系的不安全，还有所谓的叫做 non-bank financial intermediary， 中国大陆有人翻成影子银行，这整个体系本来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好，你现在打一个大仗，尤其是它如果扩散到了一个区域性的大仗，然后那个哈马斯的人他们又扩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有各种不同的恐怖攻击，以色列呢去大量的对周边国家发动攻势，美国加入战局，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天下大乱，美国在金融上面以零为祸的这些做法呢就很容易被掩盖过去。所以可能就拜登角度，这个战争对他的连任上面可能有些影响，但反而华尔街这批人反而觉得说战争继续打下去吧，让子弹飞久一点，而且军工产业在短期也是会获利的，以色列一定会拿到最高阶的战略武器。最后一题直接问，就是这次美国必须要保证以色列有足够的弹药，如果要再打更久的话，金钱、弹药、航母都要再回到中东这一块。是的。之前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这三年在拜登的主导之下，把兵、奴这个力量都布到西太平洋来围堵中国大陆了。那如果这个时局一改，本来要围堵中国大陆的战略彻底的就被打坏了，本来拜登的布局嘛，他要回防中东。好，本来你们记得对北京的战略机遇了吗？当然，因为你看舒曼现在去北京多么客气。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现在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大家记得阿富汗撤兵的时候拜登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要从这里撤离，然后去准备另外一个区域嘛啊。那我们心里当然在亚洲的我们，尤其是在台湾的我们，就知道说哦，他是要准备到亚太来了啊，或者是要印太来。那么最近当他的中东就是亲儿子这边发生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能够很确定的他不是在两线作战或者是三线作战，所以第三线的那个乌克兰呢很快就会变得轻了。那他还要下面要避免的就是两线作战，他不能同时有一个太平洋战争又有一个地中海中东战争。所以我相信对于台湾的积极的介入啊，和跟北京的那个重大的分歧，包括各种的制裁，在最近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比较和缓的态度。而习近平先生我觉得这次很有智慧的，也见了舒曼他们，然后他就讲说世界非常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你知道以前只说太平洋非常大，容得下两个大国，现在更有底气的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中东，它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世界就非常大，容得下两个大国。这种善意呢，
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他得要抓住这个善意，他才能够避免在过去一段日子以来对于中国大陆不断升高的敌意造成了一个可能的中美的对抗。他今天要去护着以色列的时候，他不能够有中美对抗。所以如果真的从一个大棋局来讲，俄国的压力减少了，中国大陆的压力减少了，伊朗现在变成在中间会直接承受美国跟以色列的压力，但是相对的呢，在西太平洋我们这旁边会有一段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来，我就这个是永康自己讲的，我们就大胆预测书那个戴奇的301调查报告，年底很多大陆的商品的关税该撤的就会撤了，对，会缩小范围，会缩小范围了。好，来，我们来谢谢大家懂内李林，谢谢永康，欢迎倩姐，现在没空，晚点要补课，感谢你 Wendy Young， 香港的朋友谢谢，绝代家人谢谢你的懂内 Jaden Lee Gammy 谢谢你，还有应该是澳洲的杨于成，这几天不住的流泪祷告，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Oh my god， 这是前两天牧师带我们做的这个祷告，用这段词，用这段经文，他们将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以赛亚书二章四节。Sylvia 遇上倩姐直播，好激动，想问一下倩姐，有一种说法是这轮美元加息没有造成第三世界太大的金融动荡，是因为中国用其美元储备帮助了第三世界，例如中国帮助阿根廷还了部分世界银行的贷款，请问倩姐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阿根廷啦、巴西啊，这些都是很明确的例子，就是不是只看美元的一个单一的货币啊。所以真的，全世界我们不是只在一个单一的货币霸权的情况，但是呢，世界的贸易的确是在脱钩的，就是中国大陆所建立的是一个实体经济，彼此真的用贸易跟服务往来的这么一个世界，而美元现在相对的是在一个金融跟资本市场上面的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中间主要的是游戏规则，然后谁是有那种高级的知识或者是技能去做各种的运作，但他们并不制造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的服务，所以这两个世界在脱钩的情况之下呢，第三世界的国家会逐渐的脱离跟美国的绝对关系。我常常说阿根廷原来是一个相对进步的国家，两次的巨大的外债都是跟美国相关的问题啊，使得它一直节节败退，落后到了一个中度的开发国家。所以你看到阿根廷的例子，你就知道这些国家要为自己找出路的话，它一定要回到实体经济，实际上的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然后彼此的贸易价值，那这现在就是中国大陆在主导的一个实体经济的体系。好，继续谢谢 Jen Shi Renko 和香港朋友 Andy Lu， 佩服倩姐的信息分析能力，请问对于非自己专业内的信息如何提高效率学习分析？多认识像永康这种朋友，他会出题目给你。对，我都会出题目给我的来宾，因为他们知道相对来讲看我的观众朋友会比看一般节目的观众朋友不管素质或要求会高一些，这是真的，因为很多时候问到我自己也不会，我只好请教来宾帮我做一些解答。线上同步收看的朋友将近4000位，非常感谢大家在周五的时间一起来观看，感谢，也今天非常谢谢倩姐来到这边为大家解析了。我觉得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是从圣经当中一些旧约的故事去理解阿拉伯人他们的以实玛利那一支，跟犹太人他们之前的关系为什么造成现在的一个状况，以撒和以实玛利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的中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真的觉得不管你在看新闻或看任何事件的时候，心里面还是要有一个作为一个人应该该有的一个不管是同理或去理解，那所有的激烈的手段的背后或者是战争背后都一定有原因的，那怎么样去尽量的同理，然后去，我当然知道我们自己力量很小，但还好我们是可以透过祷告发挥，尽量给予他们一些祝福。谢谢大家收看，也祝大家周末休假天气好，能够出去走一走吧，拜拜。